自 S25 赛季进的大招霸体被砍一刀后，直接沦为 T1 级别打野，但是削的只是镜，并不是微凉。这把微凉携手麦兜撞车北木和寒冰，都是巅峰前十的顶尖选手，神仙打架精彩绝伦。进入游戏，微凉正常蓝开，刷完红区升到四级，下路麦兜和寒冰互相切磋，有来有往。微凉躲进草丛想蹲一波，被北木花里胡哨就是一套打残。猝不及防的微凉换上滑板鞋，移速瞬间拉满，一二技能再接一技能打跑北木，再顺便帮麦兜抢线。寒冰见北木支援过来也想清线，不料麦兜升到四级，二技能晕眩接大招拿下寒冰源头。回城过后继续刷野，下路麦兜和寒冰再次肉搏，经济领先的麦兜撕血收下寒冰源头。我操，这三杀了吗？红 buff 刷新，微凉赶了过来，刚巧遇到北木在偷红，北木率先出手打残微凉，微凉只能再次换上滑板鞋进行反击打残北木，北木断大逃离。不料麦兜闪现接一技能苟住北木收下人头，寒冰支援过来见北木倒下赶紧撤离，可还是被麦兜苟住飞身过去粘住，微凉一技能过墙补足伤害，大龙也帮忙击飞，麦兜拿下双杀，微凉顺手拿下大龙，好兄弟一起吃线，两人默契收下一波兵线，顺便推掉下路一塔，优势建立起来。上路中射斧联动推掉上一塔，微凉传送至野区继续刷野，下路麦兜自信过头被北木三人拦截，貂蝉将其终结。他拿了大人头就送出去了，这个大人头送出去了。时间来到五分钟，麦兜带领队友压上二塔，微凉求稳选择开掉暴君，麦兜一马当先拆掉上二塔，并且以一敌三玩大招后手补足伤害，北木和麦兜一换一，下路寒冰单吃公孙离，微凉趁乱带上兵线。中路剩下貂蝉虞姬不敢守塔，中塔告破，经济领先2500。下路婉儿带线被北木越塔强杀，微凉带队支援遇到没大的张飞，顺手将其击杀，兵线来到集结队友拆掉下二塔，经济彻底大幅度领先。稳重求胜的微凉再次开掉暴君 buff 加成天下无敌，微凉带领队友在高地溜冰，吓得敌方不敢上前，顺利拔掉上路高地。北木抓住婉儿将其打残，带领队友追杀过来，寒冰黏住孙膑，奈何队友没跟上只能撤退，见微凉走位靠前再次黏了上来，不料被婉儿打至残血只能撤退。阿离进场想收掉寒冰，被张飞吼晕，麦兜上前吓退张飞，敌方全面败退开始撤离。婉儿见状大招跟上打残貂蝉，微凉一技能收下，麦兜击杀虞姬，配合队友再追上张飞拿下双杀，北木月下无限连也于事无补，只能撤回泉水。兵线刚好来到，再下一城敌方阵亡三人，局势已然明了，胜负已定。在队友疯狂的牛逼中推掉敌方水晶，不愧是常年霸榜巅峰第一的选手，运营着实厉害，无论队友再浪微凉都能稳住局面，稳中求胜。